没有人比我了解你们。往后正，如果计算机竞赛第一名。麦克，三年参与过24次投。周兰，他拒绝了 MIT 的邀请，因为不想说外语。王大法，你是怎么算出来的？你们本来的命运可能是农民、工人，但是今天你们来到了这里，少年班，你们就有机会成为你们自己。别傻！就是这个世界上顶尖的人才、天才。谁放屁了？谁放的？格林威治时间8点 ，IMC 成立了一个赛事，全世界已经有300多个小组在日以继夜的奋战。我应该跟谁约会呢？我脑髓就我。你们必将要为你们自己，为你们的同类殊死搏斗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战士们全部停摆，人类的进步真是需要这些人。快点快点，这电影是你该看的，一刀未剪。